大概在8:30的时候卖完。好、哦，鱿鱼花一份哦，瑞瑞 ，OK。帮你留一份哦。竟然还有人在订货，来，老几分脑瓜，老几分脑瓜，这里有老火，这里有老火。这个应该是100块吧。让客人多一点。现在怎么有鱼丸没关系啊？礼拜三来买就好了啊。到了啦，好。那几分钟？谢谢。他从这边了，对，我帮你拿，帮你拿。啊，要结婚？好。六康帮老帮我老结婚。那边啊，那帮我留一份哦。好，对啊。好。我讲，你有鱿鱼花再上上来嘛是袂完。哇，这边的，不好意思，真的，我看。哪里？你们比较不生气了哈，经过我的安抚。你们应该比较不生气了 ，OK， 好，不要生气。花枝啊，回去就是鬼，因为你们应该比较不生气，我看你们那么生气，我真的觉得生气。500块，五八。爸爸，回去搁什么钱？500块。花枝500块，搁什么钱？500块，回去500块。500。回去500块，什么钱？500。500块，拜托。花枝500块，哪边的？瑞瑞，你的鱿鱼花我没有留到，不好意思。回去500。现场的人都，今天的客人都等鱿鱼花的。回去还有谁要花枝500块？花枝去打对500块往他交。我分期啊，我不要500块，你弄到500块这样过才不行。伤脑筋。过来不接不？过来吼。哎呀，无啊，遐拢无啊。虾仁。虾仁买500块。那里，那里。算了，他买300块。现在还有谁要300块？这边就虾仁呢。土城是礼拜五哦，土城礼拜五，下礼拜土城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去。还300块，虾仁还有300块，大家。现在来300块。来。哎，都要搞工嘞！钓鱼片钓500的那个走了没？应该是走了。来找700，找700，知道知道。嗯，今天没。啊，现在我先不捡300块。来找200。现在300来了。现在还有谁要300块？有道理你啊！等一下下人，要吗？把箱卖钱。来，帮你开。还有人下人的吗？没有了哈，帮你开的来。你免惊，我帮你开啊。好，要花枝嘞，花枝刚刚卖过500块啊。五百下了，五百，还一百回去500。好，真的有打算。还有谁要花枝的？没有了哈。下人500。这些，后面的冻货好像没有东西了，它是留货的吗？500、300吧。好，500，加500，300，500，500。还有虾仁吗？500的。荷包价值。500。荷包价值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来。来看。
喊红鱼螺。哎，我问你，这什么吃的？这红鱼啊，什么吃的？红鱼。是的。这鱼你好用吹对吧？一尾我抬起来，这水听讲一尾哦，抬起来开始百二块啦。啊，过年坐这红鱼啊，较稀奇。他们好像会修很久。两尾两尾啦。他们好像会修很久。两尾你要死，两尾你要死。我觉得应该会修个。两尾你要死，这两只你要死啊！两尾三尾来杀人了。两尾三尾来杀人，我这三百块，现在这三尾三百块，啊四人给我姐姐叫这边过来，这边过来了，两尾四尾来了，三百，咱们减了三百块，来两百了，两百啦，两百，不要玩，不要玩，等一下回去玩，再过几尾，来，我们最后先高看个价啊，太大，两百，两百上，两百，还有谁要吃的？两百块，两百。能包过来吗？姐不？过来买的哦。能包。我是在不知道卖啥了嘞啊！你吃别的？快晕倒了。你过来买的哦。来，我你搁一声，你吃别的过来吗？姐。太贵不？来。水听讲，叫我一尾抬价，你水听讲一尾抬价偌济？一斤磅400多块，一尾哦，一尾抬价上尾无爱开你300，一尾卖300，两尾开600，三尾开900，爱照照几下500块对吧？有人卖500块，来我就一4只500啦，500块，咱们只系500块，来，这无人来，我就收起来，来，这尾来500，先来500块。我们修多久？新达港会，这两个人恰海的。新达港会比较慢，新达港好像修到1月27号而已。我想要吃，是我飞过来。那1月28号新达港好像就开始卖了，所以，我应该会在1月28号就开工。我包好料了，你搞永春，你用伊啊，你搞永春，永春煮汤卖用打这咧怕什么呀？我过来，我吃，我放这。宰配啊，没有代买的，没有办法宰配。五百，啊是还佫嫌收细尾，无只佫啊大尾。你一尾500，这两尾500，叫一人加这三尾回来500块，甚物食？500了，有无？500块，这尾回来500块啦，安尼好无？500块，500呀。买个酒钱可以赶快500块。阿伯啊！阿伯啊！给阿伯啊！给。有。一九孔包，九孔包一箱。好。来。走。
好，请啊。来，500块，矮的吗？还有谁要的吗？500的。500。来，九分包来。这样也超级跳。来1000块，来鲍鱼啦，顶级鲍鱼，三盒1000。你无得买一箍，我拢爱卖500了。要不要？干嘛？你要到1000买2盒新来。500啊。500一盒350。700，你要700还是一盒？700。过来，要个酒狂包的无？包鱼，过来要吃的无？我过来，你要吃什么？来，我要过来会吃饭。来，我问一下，这个羊肉卤够了没吃？这给你搞用，我烧来吃啊！哦，还记得哦，这种话我用这种话，我真的发现对了，等下我加滚水，要加滚水啦！我一克卖了钱，我用给公司做一百块，一克的话就卖一二啊五，一块人我卖二啊五，两块人我卖五百，我招一个500块，想要吃吃，这3块500块，人要吃羊肉卤的无？500了，真正好吃，我来讲，不爱骗你啊！来，我招一个，这四盒拢来，我招一个500块，这四盒500块啦，有没有羊肉卤的无？500块。这绝对是我爸哎！来了来了，大家。哎，我招钱去，这四盒够好来，500块了，4盒500块。来休息来，500块要谁要吃的？我爸。我爸哎。我爸。就为了不能买两盒二啊五了，两盒二啊五。不能买哦。羊肉卖一卖。这里看那个九尾的是什么鬼的？对啊，为什么要九尾的？啊，也要腰修哦，高难度哎！哈哈，搞那么点虾皮来？这高难度哎！我爱洗尾啦，这大尾有那么接不？我刚刚买500，就够难的。两买500，还是3买500？我才看尔啦，人家一手卖2000块啦，为甲写写球啦。你老说要吃咧花甲艰苦钱，我要死到我啦。1500，还是3买500块？还叫我拢不要吃。我话你平，你只大中青一节整卡所在过，吃。哎，整卡所在两买卖500块，甲平平球。台中市区花3500，大家徛咧看啦，死人！先吃五百啦，五百啦，阿进来啦，创什么平面面玩的啦？了钱啦，一千块1000块了钱啦，一千块2000。五百出来了，五百。可以。也把鸡蛋给我了，我拿鸡蛋给我。我爸出来带我，我爸这边超级。六，进转呀。好。